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ゴ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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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ゴ啊！再赌你一只左手跟右脚，哎、欸，税、欸、单，这叫税单。这是什么税？什么税？白照税啊！什么税、哦？这个是这些都是哦，这些就是他怎样，你知道吗？他懒得一封一封寄，所以就印一叠，用包裹的方式寄过来。这样哦。再加上现在疫情这样啊，你拍一下，多闲，整场空空的，只有宅急便来而已哦。啊。还要雇车吗？对啊，你还要收吗？啊，来者是客，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是假的还是假的啊？什么车啦？啊，这都马三哦。对啊，马三。这个国民房车呢？哦，刚刚看到这一堆，还有钱买吗？你去拿笔来有没有？啊，我画花色，可以当作一本扑克牌。啊，我画的这我的欢乐啊，他们笑得出来。我怕这一集太沉重，你确定要拍吗？还是我拍史上最沉重的一集？边哭车边掉眼泪的，边哭车边哽咽，跟嬷嬷一样的嘛，边报新闻边哽咽，你知道？我他妈的，我的眼泪已经流干了，好不好？哪来的眼泪？走啦，哭车啦，哭车啦，还是得哭啦，不然怎么办？这还 key 耶，两千顶级的，哎呦，糟糟的呢。对啊，阿呆，漆面糟糟的。我跟你讲哦，我还没接近他一公尺，不用接近他一公尺，我就知道这台车改色。改色？改色啊！我不止不用接近他，我知道他改色以外，我还可以告诉你他什么颜色改成白色的。我先跟你讲，他是红色改的。哪里？这里啊，来啊，有没有看到？这边有没有？我刚刚哦，这边有没有红色改的？而且我跟你讲哦，这个叫做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计程车改法，便宜的计程车改法。以前哦，你一台自用车改计程车啊，最便宜的喷漆啊，你知道多少钱吗？6000块。假设你一台自用车改成计程车，有那种6000块喷整台的，全部就是胶带贴一贴，直接黄漆就喷了，大概比铁乐士高阶一点点而已。他们那种叫做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一次性的漆，正常漆是分好几层，底漆啦、啊、色漆，色漆啊喷几层以后再喷精油，对不对？一次性的就是什么，全部都胶带同一桶，跟铁乐士一样，直接一剂喷上去，连亮光漆都上。但是它漆怎样很薄，然后怎样精油退得很快，所以你看它这精油都退掉了，表面都不亮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这边？这边都雾的，好、哦，这就是便宜的改色。然后呢，正常啊，它就乱贴，你看它连水切都没拆哦。正常来讲，喷漆这条是不是要挖掉？它连这都没挖，你看直接喷，有没有？里面还红的，对不对？全部都是硬贴的，不拆的，拼搏贴啊，这是品没有拆的。哎、欸，里面也有喷呢、欸、哦，有啦，它有拆，它有拆这个胶条。有啦，可是里面还是看得到红色的。里面是一定看得到，好不好？而且哦，我跟你讲，神奇的，你看它贴纸还在。我先看一下车怎么撞，它车那么糟啊！现在这种时机哈、哦，我们收车要特别小心，还不知道疫情会是什么样的状况，所以好啦，反正我们就买便宜一点嘛。对不对？不够便宜就叫他啊，先生弗兰干了啊，哦，先生弗兰干，先生弗兰干，哎，还是要看里程，太多就妈叫他走了，不要看浪费时间哦。阿呆，依照你多年的经验，这个方向盘大概跑几公里？几年？你来几年？一年了。我看那依照你一年的经验，你觉得跑几公里？10出头吧。那你再看一下这个排档杆。你觉得要跑几公里？应该差不多10出头吧，我猜了。他依照这个手刹车，你觉得要跑几公里？手刹车也要看的。再来依照这个门板的这个吊漆，你觉得要跑几公里？加一点了，15了。好，发动哦。嗯。哦，引擎脚嘛，46809公里。四万。对，2010年的呢，怎么可能？亮引擎灯，我跟你讲，马三亮引擎灯通常都是那个啦，海洋感知器啦。然后你看这边 A 柱。有没有？嗯，啊，这里有没有拍到？这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烟疤、啊。昏。有些人这样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哦。触掉。这车跑40000多，你相信吗？相信的。好不好？让他无所遁形，在这种疫情时间还开这种车，妈，这种里程下来唬我。哎、欸，不行哦，这样下次没有人敢找我们估车哈。搞不好真的40000多嘞。怎么可能40000多这样啦？卖公升酒啊，好不？拜托，哎、欸。我有失败过吗？我拍了那么多集，你要卖多少？我有失败过吗？好像有、哦，常在失败哈、哦。现在失败就拍一集，惨赔。哎、欸，怎样？真的失败了？哦，真的呢。
没有红字哦。对啊，那怎么这样？可能遇到比较不顾车的吧，会不会？既然表示准的，我们就有继续看下去的价值。冷气还有冷啊，可是我刚发起来，觉得引擎的引擎脚可能也要弄了。看看这個，哎、欸，你看哦，不是，这不是这一台这样特别糟，每一台马三都一样，每一台马三哦，这边一定都会塌掉，上下车这边，然后铁棍在这，有没有？这是一根铁棒，圆的铁棒在这，你不小心抓这根杆子会很痛啊。好，四万八了，那这轮胎也好丑哦，你看这旁边都已经，这看起来都氧化了呢，哦，都裂了呢，几年的、啊？妈，已经脏到看不出几年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它的年份在这，我看不出来啊，太脏了。要不要几年了，看不出字啊。你看它这种用贴的有没有？就是这样，没贴好，喷漆又喷到这黑色的地方，有没有？正常这个盖子要贴下来喷，它连盖子都没拆直接喷，好吧？贴贴直接喷。我现在去买、欸，哦，2015年的啦，看到了，轮胎都要换了，啊，整台烤漆都糟掉了。虽然跑四万多，这算极品的一种啦、啊。啊，虽然车子糟，但是底子好嘛，对不对？应该可以吧。虽然看起来我是真的有点怀疑它里程，不过它、啊、查起来就是这样啊。哎、欸，如果是错了，这个代事很大条，因为把全台湾省监理站查都不能信。啊，又全台湾省哦，全国好不好？全国不要再出征了，对不对？一个口罩，哎、欸，我拿下来啦，我要戴起来啦，我拿下来，我要戴起来，我刚才马上就被出征了。信不信？哎、欸，我们这样也算户外通风，我跟你也超过1.5公尺，所以我们这样拍摄应该是 OK 的吧？这样可以啊。这样脱、啊、下来就不行了？不能脱下来啊！不能脱下来，不能脱下来。出门干啊，脱裤子可以吧？脱裤子，妈的、啊，不能脱口罩，可以脱裤子吧？对啊。这边会不会传染？不会啊。不行，干白痴病会传染，不行。啊，保杆裂开。那、啊、你看那个螺丝哦，北龙棍有没有看到？一个红的，一个白的。对啊，黑白郎君。改色最讨厌的地方就是，因为它螺丝一颗喷一颗没喷呐、啊，你有时候搞不清楚到底车有没有撞过，你知道吗？不过这看起来哦，这个螺丝是有转过啦，它这個红色没喷到嘛，可是红色的这个螺丝看起来感觉是有转过的。这皮带也要换，引擎脚也不行。我觉得这有可能真的是放了很久都没有开，你看放到这个都。那很多的耗材、水管呢、啊？我看这回来哦，要整理要花一笔蛮大的钱。你看哦，它这个引擎脚都氧化，你看有没有？这都氧化了。这真的应该是没意外的话哦，如果它里程是准确的话，它应该是真的放很久没有开。然后你看这灯，八卦啊八卦那种要修啊，这个就跟那个 BMW 320那个原厂打的胶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为什么要打这个？我跟你讲哦，这个很多就是你高压水枪，你久了以后它那个防水胶条老化了，你有时候洗车它就白内障，它就起雾，所以有些人索性就把它勾啊拔起来。好，一切都是土炮的用法就对了啊。要怎么哭啦？你看啊，这烂的漆，你看它喷有多薄啊！但你看这边就知道它喷的漆有多薄了，它比贴膜的那个膜还薄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超薄？超薄的有没有？你光看这边就看得出它厚度超级有够薄，这超薄型的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看是没有撞到了，可是就是啊，这个买回来吼，我们就贪它里程少而已啦，那就是什么？确保引擎状况好嘛。对不对？只能这样而已，其他都烂了，就跟拉拉带你交女朋友一样，干只有胸大而已，其他什么都没有，这种感觉你知道吗？哎，那种你可以吗？不行啊。啊，就只有腿漂亮而已，其他什么都不行，也不行。不行啊。那你能接受哪一样重点？是外观吗？对啊。脸，我看脸。脸哦。嗯。不要太夸张。你就看脸就好了。做男孩子不能这样，外貌协会这样不行。你要懂得爱他的灵魂跟爱他的心，知道吗？爱他的内在，就跟我爱我老婆一样。好，我爱我老婆不是他的外观，好不好？我是爱的是他的灵魂跟他的个性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这样讲吗？因为他在那边。啊啊，你我可以拍，有没有？他穿拖鞋在那边晃来晃去啊，有没有？每天穿拖鞋在那边晃来晃去啊。看这个摇钱树有没有好好的在摇屁股赚钱？哎呀、欸，看完就这样啊。它内装哦，就除了后座也很漂亮啊，除了驾驶座这个每一台马三都会发生的问题以外，排挡头也丑，手刹车啊柄也丑，方向盘也没多漂亮，然后这个手把刮伤，轮子四个要换，外观全部烤漆。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2010年的五门马三2.0顶级的是有天窗，然后手自排快播。那现在市面上行情应该在25万标准。哎、欸，我试一下天窗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阿呆没意外，这天窗打开里面也是红的、啊，你信不信？
是红的，是白的呢，真假的？对啊，真的是白的。哇，哎、欸，有认真有开天窗喷呢哦，哎、喔欸，他很奇怪，他都认真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。你反而这边不常开，你不要喷那么认真，你把这个边边角角后照镜那边边角角弄好一点。啊妈，反而这个里面看不到的地方喷得干干净净的，就外面看到妈都看到红色的吊漆跑出来。哎、欸，就奇怪，做这台车口才的师傅，不知道你想啥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阿拉，你觉得要跟他买多少钱？四个轮胎，外观烤漆，内装弄一下，引擎角引擎四号才换一下，你觉得抓多少钱比较刚好？你妈拍那么多集了，哎、欸，我们在这一集特别企划，你看那标题就写这一集阿呆来估车。要不要？呆董，呆哥估车记。好，这一集我让阿呆，我就照你的价钱下去估。如果这一台车回来赚钱，我就让你抽成。哦，算我的。对对对，赔钱呢，我告诉你，赔你的。好，那你觉得这标准25万？那我已经，我这个小的小的小的就是我，好，小的已经帮你这个鉴定完，跟你讲差不多该花钱的地方。那这个麻烦。呆哥，我们这个唯一一点就是他11年的车跑48000公里，刚查也准确的，请出价。真的要我出啊？出啊！怕什么？好，我算一下，因为十五。哇、哦，哎、欸，十五，蛮狠的呢哦，没想到呆董妈的一挖就挖这么深呢哦。差不多吧。软土深掘是吧？扔头青骨，一骨骨到上来底去了吧？挖到最底部啊！妈，马上就要找到基点就对了，直接就处理到底了，都没有在那个九浅一深都没有。不演了，没有他妈浅浅深深都没有，直接他妈弄到熊队啊！我就照你的价钱，我去跟客人出。反正我跟你讲，现在疫情时期买了没有稳赚的，有没有可能买回来放在那边，放到疫情不知道什么时候过都还卖不掉，有机会吧？好、哦，然后再来这个潮水退了，我讲了，妈是死还是活？好、哦，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就死马当活马医。反正现在哈、哦、市场上也没有什么在买卖了，那我们就觉得说，如果不是这个价钱，我们就不要买，好不好？一句话，还是有没有一点阿寿比？这个老板要这样当你。你当老板，你总不能跟业务讲说，哎、欸，你就是15万，你总要有点存 Q 吧？好了，15到18了。15到18哈，好，那这小小的帮呆董去处理一下，好不好？我马上去跟客人反映一下这个状况啊，好好好。呆董，哎呦，我帮你处理了哈。Hello。那现在客人的意思是这样啊。嗯，就是说，他说他也大概知道这个车的状况，他这个车当初是买二手的，某二手车联盟买的啦。啊、哦，他说他买回来就这样，他也不知道这个。后来他发现原来这个漆的状况那么差，啊，他也其实也几乎都放着没有再开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他知道这个行情哦，大概卖到这个30万左右这样，他有上网去询价。假设30万呐、啊，哈、哦，减掉我们1成至2成的利润，他说好了，那给你减掉20%好了，那就6万嘛。那他觉得正常行情应该在24万左右，啊，他觉得说这四个轮胎10000多块，整个烤漆大概3万块，他觉得说可不可以在20万这样？10万哦，对，那接下来我们是依照呆总的意思回去再从17万，我刚15嘛，现在他20嘛，对，那我现在让他出来再跟你拉勒一下，我们 CD 回复一下，回复一下体力，冷却一下，那再回去再跟他从17万这样，看最后这个我们成交金额会多少钱，啊，我再继续这个讲问单主崩，让客人也冷却一下，好不好？让他也思考一下，那我就想办法使命必达，依照呆总的给小的指示，完成你的使命，好不好？完成我的使命，好。完成你的指令，好、哦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来处理，我来处理。等我啊，我一定 OK 的啦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以前也是出来这个假套咯，吃头路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也是听老板的指示嘛。老板叫我们怎么做，哦，我们就想办法达成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阿呆，其实这个，哎，看小事长知识啊，来啊。当你在当员工的时候，现在当作我是呆董的员工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帮你议价，啊，你说15到18嘛，那我去客人说要20嘛。那通常这个有几个做法，你如果要在社会上生存哦，其实是这样。比如说，我现在去跟客人瞧有没有？我现在说的是假设哦，刚客人是确实说要20万，我说假设刚刚的状况重新演一遍的话是怎样，你知道吗？我去是不是跟客人讲15万，然后客人是？讲20，但是我回来我要跟老板回报。哎、欸，老板，客人很硬，他说22呢。要讲22，要讲高一点啊！你白痴啊！你他妈会不会吃头路啊？不你是不是刚出社会？是啊，妈一年还在他妈还以为自己是他妈菜鸟哦、喔，破冬了哎、欸，要请吃饭了哎、欸。你在社会上要生存就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你回来要先说22，这样才代表你努力的range更大，懂不懂？会了吗？下次用知道对付我，马上被我拆穿了。我先跟你讲哦、喔，这我教你的、喔，好不好？那现在你讲高一点，回去再就瞧瞧老板才会觉得你的努力，懂不懂？我们回到现实状况，20对不对？现在我要去17了，等我好消息。
好了，老板，你叫老板超奇怪。客人现在19了，我17，他19了，所以哎。有没有一点点 feel？ 这样应该就18了吧。最后是不是就是我们要的价钱？差不多。我告诉你，老司机出马，绝对呆哥交代的使命必达，难得让呆哥一起承担一下责任，对不对？现在妈疫情时期，老板也没在多少过，每个月租金妈的房东也是照收，不抓点交替的来一起承担，怎么受得了？那这 CD 时间可以短一点，不要再演了。我现在要进去忙18处理完就，哥让你成为传说，好不好？哥就是传说，我就是照呆董的意思，把这个车子处理好。已故了，呆董是。大哥已估了18万，我们今天这个2010年的马三五门2.0S 顶级首次排天窗快播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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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，首次排快播，最后成交价格18万，够便宜了吧？哎，很便宜哎！我跟你讲，自己上网查，不要说超过30万呐，随便卖都要在25万到30万之间。虽然回来整理要久一点的时间哦，那因为我们摊在他这个跑4万多的里程，所以就已估了，好不好？最后成交价格18万，你看哦。刚刚我如果讲22万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我再进去再出来，哎，老板现在客人说20，其实客人已经说19，我说还是说20或者21，再报高一点点，有没有？再瞧瞧瞧，最后成交是18万，这样老板不觉得你很厉害？老板本来哎那个客人本来要卖22，然后最后成交18，对不对？啊，15到18只有3万，22到18有4万，所以代表什么？我们业务执行成功，对不对？1:1这样接近，没有不特别嘛，不屌嘛，对不对？你要让老板觉得客人退得多一点，懂不懂？懂吗？会生存吗？懂生存吗？这样懂，这样懂生存了嘛？哈，这样希望这个到下一间公司你可以发展的顺利。好啦，疫情再这样下去，等我倒了，你就差不多要找工作。我跟你讲啦，我如果倒了，我觉得你也找不到工作，你信不信？应该找不到。如果照这样他妈惨下去的话，小师跑路了，我不知道你还能找什么工作了。这个疫情期间哈，多拍一些这个影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要记得订阅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。接下来我要让呆哥去跟他签合约，那下次见，拜拜。啊，没有那么多现金啊。你没有现金？没有现金啊。没关系，我可以带你去领啊。我当司机带你去领钱啊。里面也没有了。不，领也没有。没有了。你在这边上班一年，你没有18万。我交给妈妈了。交给妈妈了。哇，好孝顺哦。我跟你讲，像呆董这种好男人，好不好？这个招商专线啊，不是、啊，招亲专线。个人阿呆的 IG， 好，给你个机会。我们的流量随便10-20万，把这个阿呆的 IG。打在这边，大家追踪起来啊！只收女性观众、哦、大家追踪起来，只收女性。哎、欸，呆董哎，现在多孝顺，他现在赚的钱都给妈妈，对不对？你成为他的女朋友，他赚的钱就都交给你了，好不好？身心灵什么，不管什么，全部都给你了，存一年多以来的份也通通给你。我说钱呐、啊，好不好？这个招亲专线招起来。